Welcome to 司徒行行行。 行行行，哦对，司徒行行行。大家好，我是司徒建国。今天我想体验一个跟艺术有关系的职业，而且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所以我希望这个艺术很有中国代表性。其实很多人觉得我特别文艺，很适合当艺术家。我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你做过艺术作品 ？Yes, yes I have. 比如。 I made a vase for my mom. Anyway, today I'm going to become a jingtailan or cloisonné apprentice. It's an exquisite form of enamelware or tiasifalang perfected over centuries here in China. It's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produce. It's really hard. Not many people are able to do it. It's exactly the kind of thing that I'm really good at.找到了我的老师，老师怎么称呼您？我呀姓姜，姜老师，姜老师，那你做吧，你做。为什么你那个在这儿要亲身的制作？我呢，告诉你怎么做。OK。第一步呢，就要先踏足，踏足需要什么呀？就是认真，而且要精确。OK。我们的比例。后面的声音是什么？后的那是剪蓝的时候有点串色，正在往上。OK。这是你下一道工序的，摁住了，别让虚的。 哎呦，摁住了，这个别让它虚了。就是按哦，这样行吗？对，还可以。如果我把纸弄破了怎么办？弄破了就不行了。我已经弄破了几次。弄破了就是你这个水平太次。干这个呢，必须要有一个静心，不能浮躁。你看你，我估计可能静下心吗？我觉得有，好好干啊！您做了金泰兰多少年？40多年。40多年。对。 哇，你为什么选了这个职业？因为景德镇有600多年历史，也是我们中国的国粹。那么我们现在干这个呢，你像这些工匠、这些技师们，他们都为了传承这种手艺。如果我现在开始学，我需要学几年？你掌握一般的水平的时候，起码2年以上。我学得很快，我觉得今天别吹，不要骄傲。这个呢，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一天干下来以后是腰酸腿疼的，眼睛。 慢慢的也会近视花眼哦。看你的踏的是水平啊，整体还可以，但是你看这个弧线不够那什么啊，不够这个美。这个你跟图纸是不一样了，要少一块吧？对，是吧？这儿最多的是差了一毫米，这边差了半毫米。但是你看这图形就有点失真，再重来一下。OK。一定把这弧度圆圈给它描好了。我看你这费了半天劲啊，这个。 越画越那什么？不是越画越好吗？不好，这哪行啊？这得了，你看，我看也就是传你这画的，这个啊，现在这样找一个，你看人家是您的作品？不是，这是一个小学生做的，也是自己画的。你看人家的踏的，是吧？基本上人的线条都画出来了，比你那画的要好。你在这上头学学这掰丝，这怎么做？看到没有？这么绕的一圈，那很近，得圆。 看没有，把这个粘上，是吧？你呢？做这个，这又小了，有点小，是不是？有点小，嗯，又有点小，有一点的，不是一点大，太大了。但是没关系，你这个初学者，有一点的，行，行了，摁住。我技术怎么样？ 老师，一般，别自己夸自己。你现在这样啊，再做一个难度大的，这是给它掰直了，这是给掰直了，还可以。我发现你还挺仔细的，虽然手啊也得老得表扬你一下，要不然老批评你啊，你也受不了。对，我会哭，是吧？老师，你掐的我掐死掐的怎么样？你的掐丝还真不怎么样，而且掐的那叫什么？ 那已经是废了，那下道工艺就不能进行了。所以说呢，我这找了一个，看没，这是我们做的这个比较标准的这个，比较小。这你看看人家做的多好，是吧？这个才可以真正的去点蓝去。OK， 你那根本就不行。这跟我差不多，我觉得。这不，你那根本就不行。刚才你掐完丝了，我们经过火焊，烧火900度，那脸都焊上了，你摸摸，掉不下来了吧？是。现在我们开始上色，这个吸的时候你注意啊，要歪着吸。小球摁下去以后，慢慢的抬球。
点的时候蓝果必须要贴近这个蓝面，丝高的三分之一，不要太高也不要太高、直着点，直着点，不要歪，停，哎，就行了，行了，就回来这边。我觉得你这点蓝比你的掐丝要好一点。好，我的掐丝多懒，掐丝是不行，不及格。该换颜色，首先要把这管给涮一个，吸上来。这个地方你吸太少，一看刚夸你两句得，你就抬球，抬球，慢慢抬，慢慢抬。好，这个点蓝考验你的审美，你要喜欢大红大绿的，就是大红大绿的；要是喜欢素雅的，就是素雅的。对，挺好，别串出来啊，这就串了，这必须得抠出来。哎，你看没有，这就不行了吧？对，你看到了，这就不合格啊！这又串了啊！又串，看到了，你管儿要拿的要稳。哎呦，点平了，这又串了，你看又串了，最不合格的就是这串了。这个串呀，就跟没洗脸似的，特别寒碜。你记得开始的时候，你说我滇蓝的技术比我掐丝的技术高。节目会结束，结束。金泰蓝制作这么复杂，没想到我会做一件作品特别漂亮，了不起。都是我做的。哎，你怎么把我的作品给拿走了？哦，对，这哪是你做的呀？是不是？我以为你忘了拿，所以我就帮你拿，帮你拿。OK， 你的徒弟我做的怎么样？今天我觉得你要做的还是认真，还是可以啊。谢谢老师。但是出去啊，可千万别说你是我的徒弟。